恭亲王律师踏本首次亮相，专家评定为孤本会值多少钱？我玩了一辈子杯贴，反正我没碰见过。瓷罐上贴胶布到底为什么？不是现在好的红酒都裹保鲜膜吗？海尔体的书法究竟什么样？听专家介绍宝物背后的知识。一锤定音，与您相约。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一锤定音，我是朱毅。首先掌声欢迎今天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金运昌先生，欢迎杨宝杰先生，欢迎杨静荣先生，欢迎三位。为大家特别介绍为本场获胜者提供奖品的艺术家，我们欢迎吴立华大师。吴立华，浙江青田人，高级工艺师，受家乡深厚的青田石雕文化影响，自幼就酷爱石雕艺术。1995年拜名师入门学习石雕，刻苦学习积累了扎实的石雕基本功。除青田石雕外，吴立华还收集了寿山石、鸡血石等各种石种研究揣摩，个人技艺和艺术修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如今已是浙江青田石雕的非遗传承人。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为获胜嘉宾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哎，吴大师您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样的艺术品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件那个就是水草石，一对屏风，就刻了8个字，你看，就是面向观众，一锤定音。因为我平时吧就很喜欢看这个栏目，就是经常会看一锤定音这个栏目。谢谢。这是水草石是吧？啊，对，水草石。这个品种其实在我们的收藏里边不是很常见啊，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花纹特别好看嘛，因为我喜欢石头。只要是发现新石头有好看的，我都会拥有，想拥有，因为与时俱进嘛。哎，这个话说得好，我们应该收藏石头，因为与时俱进啊。是。好，谢谢吴大师，谢谢您。好，谢谢。谁能够获得这一对非常精美的水草石小屏风啊？我们看看今天谁这个技高一筹。欢迎今天光临现场的两位著名演员，欢迎修庆先生。欢迎蒋军小姐。我们今天的高参那真是特别有水平，我一看我们这几位大腕全到齐了，欢迎10位高参啊。另外提醒各位，看一锤定音，想梦想盛世，本栏目奖品是由银器专家梦想盛世特别提供。10位高参将会伴随2位进行今天的艺术鉴赏之旅，一共有4组宝物，每组都有1件宝物，描述不符合事实，需要你们把它找出来。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组2件宝物，请看短片。本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恭亲王一心的五言拓本。拓本是恭亲王的诗书集行，书法风格飘逸，气韵生动。所述内容彰显了恭亲王的才华难能可贵，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因此本件藏品是了解恭亲王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极具文献价值。本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晚清4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所述的一张诗砚。张之洞是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从书法价值上看，本件作品笔力遒劲，俊迈豪放，字字结体丰腴，用笔润达，是一件收藏研究张之洞书法艺术价值以及其生平的重要收藏品，因此宝主认为价值不菲。2件都是名人名家作品，到底哪件是真的呢？第一组2件宝物，1件号称青弋心五言长绿拓本，另1件号称张之洞行书诗印。好，两位刚才看完第一印象，觉得哪个比较像真的？我感觉那个拓片像真的，这个呢，纸张这个做旧痕迹有啊。哦，
哦，这纸像做的是吧？我感觉有点做了。就您觉得这个比较像这个做的是吧？对，做的啊。蒋军呢？嘿，我觉得，这个说的对是吧？古装男神说的比较有权威性，他看的比较多。因为他老接触一些假的。他老批那个奏折之类的，那奏折肯定是假的呀，是不是？道具做的。这像不像你们那儿道具？有点儿，道具做的比他还新一点。是。好，我们回头看一下各位的关键词儿。好，蒋军，请你先挑选一位高参发言。我选十号。十号，为什么写传奇呢？因为我觉得这两位都很传奇。啊。这么重要的一位大臣，他们身上有太多的故事。没错。但是心里边现在呢，还是多多少少的对这个恭亲王还是有一点点倾向的，他更传奇一些，毕竟经历了那么大的一个政变，跟着这个，所以就不看作品了，不看东西了，就讲故事吧。啊，就说一看这俩人谁在你心里分量更重，那就是他了。对对对，是的。奕欣是清道光帝第六子，封恭亲王，历任教统、右宗正、宗内、内大臣、议政王，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善说话，富收藏，其府邸恭王府花园位于北京西城后海，玲珑秀美，是现今北京城内保存最完好的王府花园。奕欣权倾一时，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槐树蒲笋帖》等大量名作都为其旧藏，其书法更是难得一见。好，肖先生，您选哪位？五号。五号见得多了啊，安刚先生，平时喜欢逛这种古书摊儿，毕竟在这个古玩城上班工作方便是吧？这红色台的这种见得确实有点多，就是感觉都卖这个是吧？不是，感觉有点就是做旧的这种古书嘛，也像是啊。那这个呢？这个看着还是不错的，还是这个像那么回事是吧？对对对啊，这个真。好了，那么接下来两位要做出今天的第一轮选择。如果你们认为红色台子上这组拓片描述正确，选一；如果认为蓝色台子上张之洞手记正确，请选二。来，做出选择，请。吴大师有没有兴趣猜一下呀？您这么一看，觉得哪个是真的呀？我觉得红色台子那个是真的。那是真的。这个假在哪儿啊？我也谈不上，因为我喜欢篆刻，他那个字就跟我刻出来似的，我觉得很好看，很美。那个好看，凭感觉。好的，谢谢。来，我们来看一看十位高参这一轮的选择，请看。3-7，有七人信张之洞，三人信王爷。啊，看一下两位嘉宾的选择，请看。两位选的都是张之洞。哎呀，一开始好像两位都还挺看好那个的。被我们的高参们一说吧，都选这个了，为什么？是犹豫了，我感觉他这个上面这个做的太旧了，它里面那个拓出来那个太新了。里边不像外边旧。对，不像一个东西。表里不一了。表里不一了，因为皮儿都成那样了，里面怎么那么新啊？蒋小姐为什么改了呢？拓片我实在是看得不太清楚，我实在是认不出来，所以只能选这个稍微清楚一点的，就它吧。好。接下来我要代表本栏目专家金运昌先生宣布第一轮正确的那一件宝物啊，今天我们所有正确的宝物，它的宝主将会获得的是银胎掐丝珐琅小碗一只。好了，接下来我代表金先生宣布第一组两件宝物之中描述正确的是清奕欣五言长律拓本，没错。这您还鼓掌呢？别鼓掌了，是不是？看人吴女士火眼金睛，是不是？这是真的，这真的是真的，那个就不一定了啊。这一件不是张之洞的行书诗业，它到底是谁的呢？请教金运昌先生，请。张之洞这个名字，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书法很好，在当时的文人里边，是上乘的，啊，所以他的字也受大家推崇，
那么他写字什么样呢？他写的一首苏字，是扁方的，啊，那么大家看看这张字，这都是高个儿的字，是吧？所以呢，这张字跟张之洞，我可以人格担保，没有任何关系。哦，哎，纯属生造，啊，你看这个纸也很新，啊，纸也很新，啊，这个就是纯粹的地摊货。好，谢谢，谢谢金运昌先生。嗯，刚才选他那三位可得意了啊，这张云海是吧？你张之洞后代是吧？对，张氏后代。你真敢说呀！好了，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他的价格啊，感觉他值多少钱？五万块钱。五万块钱啊，五万块钱您愿意买是吧？极限了。极限就最高出五万了是吧？因为我一同学玩这个。哦，好多东西市面还是有。您同学是道具系的吗？不是道具系的，他玩这个东西。好，五万，蒋小姐呢？嗯。但如果是我的话，嗯，我是不会买的。嗨，就多少钱不要？多少钱都不要，多便宜不要啊！就是在你心里它不值钱，就这意思啊。好，我们请刚才这个挑对了的高参出点主意嘛。我们先听听著名。哎呀，你知道我要说你是吧？这个铁呢是这样的，其实它价值应该正常情况是不会高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拓本嘛。如果是个孤本的话，那可就值钱了，起码得十几二十万，它有历史的价值。如果没有这个价值的话，那估计可能也就是3万左右。哎，条理很清晰啊，谢谢。但是问题是它到底有多少呢？它又没说。3万左右。你见过吗？你在别的地方见过这个吗？没有见过。没有见过，嗯，啊。三万左右，嗯，我觉得这个拓本吧，能保存到现在也不容易，有可能仅此一份了，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应该会在20万左右。就你认为它就是个孤品，对，所以就能值20万，是吧？好，20万，好，来两位听完之后，您还觉得是3万吗？我感觉这个它不是孤本，肯定还有别的地方有，啊。我觉得多少钱买啊？你最后卖给金老师，肯定卖得出去，知道吧？是吧？哎，这溢于言表啊。我们听一下吴大师的建议。你看吴大师刚才给建议很靠谱。吴大师，您觉得他值多少钱？我觉得10万8万值吧。好，谢谢。他给了一个建议。两位，现在我们用按键器输入你们认为他合适的价格，到底是多少？请。好，输入完毕了哈。我们先看谁的呢？你说优先吧，我们先看蒋军，他是说了这东西多便宜他都不要的，看他出多少钱。来，蒋军的出价7999。我们来看看萧庆给出的价格是2万啊，2万，还是您有钱是吧？真的，但是谁的钱花得更冤枉不知道啊。好，我们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对于这样的一件清一新五颜常绿拓本给出的市场估价是10万元。萧庆加一分。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依据？为什么它值这样的一个价格？金老师请。恭亲王，第一代恭亲王奕欣，啊，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但是呢，他的资料不多，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那种文人型的王爷，他的墨迹很少见到，市面上几乎没有啊，几乎没有啊，他的材料很少。就是前几年拍卖过一张他的60岁寿辰照的照片，啊，照的朝服像，那个拍了10几万，啊，那个拍了10几万，所以呢，我估计拍卖行就是根据参照那个来给这个定的价，啊，来给这个定的价。我刚才说了，这个呢里边包含了好多重要的史料，啊，极有价值。我玩了一辈子碑帖。反正我没碰见过，像这种，哎，很特殊的小刻帖，反而很贵。好，谢谢金老师。嗯，
碑帖拓片俗称黑老虎，一般是指金石器物或其他质地的器物用墨或别的颜色拓印在纸上揭取后不经装裱的片子，装裱过的称为拓本。近两年市场对碑帖拓片的价值挖掘越来越重视，那么碑帖的市场情况是否水涨船高呢？中国嘉德2016秋拍特设了金石器碑帖专题，共上拍13件宋元明清拓本，成交9件，成交率69.23%。从市场成交情况来看，经名家提拔流传有序的碑帖拓片表现比较强劲，其中周毛公鼎六名家提拔本以1100多万成交，创毛公鼎拓本最高价。一纸拓片为何能拍出如此高价？究其原因，这件周毛公鼎是一件集名人收藏、金石学家监制、名家提拔于一体的稀件之物，所以能拍出高价。金石碑帖一度被视为文人士大夫收藏的最高境界，因为它既是珍贵的史料，又是历代书法范本。它所记录表现的内容不仅具有观赏价值，更具有收藏价值。随着艺术品市场逐渐发展，藏家的品味越来越走向高端精品，对于碑帖拓片的收藏与追捧也是情理之中。从近两年的碑帖市场成交来看，名家碑帖拓片表现比较强劲，同样的拓片如果没有名人提拔，价格则相差悬殊，可见买家特别注重于拓片上名家提拔的价值。金石碑帖相比书画、瓷杂、油画等门类，参与的群体更加小众，它对文化修养、艺术品味和专业知识的要求也最高。目前专门收藏或投资碑帖的人群还不大，加上真正好的碑帖拓片资源稀少，所以市场难以成规模。碑帖今后的市场应该跟古代书画一样越来越成熟，好的东西会越来越贵，这部分参与的藏家忠诚度也比较高，市场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现在场上比分是1-0，很有希望啊。接下来第二组两件宝物，请看短片。本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对清代斗彩罐，本品圆腹圈足盖隆起，宝外碧器覆白地上通绘斗彩缠枝花卉，其花鲜叶绿，枝缠叶绕，连绵不绝，因此宝主认为非常值得收藏。本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民国时期的粉彩从事品，主体绘粉彩山水图景，绘画流畅，色彩鲜艳，笔触细腻，是一件难得的瓷器精品。两件彩瓷藏品，一件清代，一件民国，到底哪件是真的呢？第二组两件宝物，一件号称民国粉彩从事品，一件号称清代斗彩罐，这是一对儿。两位请上前观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高三写的关键词，有写英雄折腰，有写一方顶石原啊。我们先请一位我们新来的高三发言，这是2号收藏爱好者姓朵小姐，你好。你好，说一下您的看法。就是从器型上看的话，我会比较倾向于方形的，因为方形的本身它的烧造难度要大一些。是的，好啊，他说这个其实挺有道理的。嗯，一方顶石原。我们到超市去买馒头就知道，刀切馒头一般都贵一点。我们来，肖庆选一位，3号，啊3号，他写个瓷器，写上了都啊，好，朱先生，好，来3号，听一听看法吧。我感觉哈，还是那个少而精，就是少的话应该比那个多的应该是那个稍微贵一点。这多了是吧？对，多了。
是什么理由啊？这都是、啊。你点他说话，你后悔吗？好像这个说法不太好、啊，是吧？这，我跟你说，你作为一个姓朱的高才，你要特别珍惜在台上说话的机会，是吧？这事关到我们大明朝的荣誉。修老师，您慎重，我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坑。就是他比那个九号的坑还大，是吧？你是不是打算这一场誓词也不点九号说话了？好的，后面再等着他。他很辛苦的画了一幅画，他每一次都画画。是啊是啊，习惯他的套路。其实这个他画的这，你画的是什么呀，刘鑫？我画的是这个瓶子上的这幅图画。哦，你临摹的呀，是吧？啊，对，临摹的。这里边你没有藏二维码吗？没有，但我有落款。啊，还有个我在里面，看见了啊！我画的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个画的很好，嗯，为什么说画的好呢？因为民国也就这水平，跟我差不多，所以民谣的东西嘛，我就觉得它很真。二位总结一下吧，肖先生先说，您现在对哪个感觉好啊？我现在对这个方瓶感觉好啊，还是对它感觉好、啊、是吧？最起码它好看，它摆在屋里它不寒碜。蒋小姐，你觉得呢？我就是特别纠结那个透明胶，你哪怕裹一保鲜膜呢？不是现在好的红酒都裹保鲜膜吗？所以我觉得你知道好多那红酒怎么卖出去的吗？裹保鲜膜。就一看，哎，我来一卷保鲜膜，能让它增值300块，知道吗？就都卖给你们了，你知道吗？哎，好了，接下来我们请各位高参两位嘉宾走出这一轮的选择。民国从事瓶，描述正确，选一；清代斗彩罐。描述正确，选二。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位高参这一轮的选择，请看。好，7-3，7位选的民国从事瓶，3位我看是哪三位啊？张云海、张庭、安刚，哎，选的是这个罐儿啊。嗯，两位嘉宾是否选择一致呢？请看。哟。又撞一起了。你不选的这个吗？对哟、哦。你觉得？但是我感觉民国的东西也很多呀。来说一下您的心路历程吧。啊，这个肖先生，哎呀，我终于发现您这不枉您演了那么多反面角色、啊哎。跟他没关系啊。口是心非啊，是吧？让我突然想起欧阳克来了，我跟您说，哎，就是你，哎，你刚才不是说要选那个吗？不是，后来我又想一想，那个民国的东西现在仿起来很容易啊。哦，这个不容易。像这种东西，仿啊，因为他这个会不会是故意的呀？那大力胶粘一下、啊。就用这个方法来告诉你这个迷惑我们的呀，迷惑你们、啊。这又不是我们粘的，是不是？好吧，那你们自己选的，那没办法了啊。嗯，也许这期节目是艺术精英创办以来得分最低的一场。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杨静荣先生宣布，第二组两件宝物之中，描述符合事实的是，是清代斗彩罐，恭喜你们，各加一分。清代斗彩罐描述正确，民国从事瓶不对，它不是民国的粉彩从事瓶，因为它有可能是明朝的。请教杨静荣先生。现在我们经常出现的是老胎后挂彩，这件是一典型的胎啊，是民国时候的，那个然后把那彩啊给弄没了，然后又重新往上画加的这个新的，就是现在新加的这个粉彩，这个我们专门选的这东西呢，就是让大家，提高大家的鉴赏能力，就是说一定要提高警惕。现在这个老胎后挂彩的很多。我给大家说说啊，就大家起疑的这个事儿，就这胶条的事儿。哎，这种罐儿呢，叫人头罐儿，是吧？俗称人头罐儿。它设计上有个缺陷啊，它这盖儿啊，待不住，来回跑，很容易滑落。哦，我们家是个老家庭，嗯，都有这盖罐儿，没有一个带盖儿的，是不是这样，杨老师？故宫里边明朝的就这种罐儿啊，都粘着呢。不是全粘着，没有一个是原装的盖儿。哦，都后配。所以您就冲这胶条。您就知道这个藏家是内行人，他非常重视这盖儿，
有盖儿没盖儿，杨老师价钱差多少？差老鼻子了，这差老鼻子了，恐怕盖儿丢了，价钱要减一半吧。差不多，就说明人家藏家对自个儿的东西非常珍惜啊。好，谢谢杨老师，谢谢。那我还是建议导演这掐了算了，是不是？这回头我们节目一播完，第二天所有瓷器店，反正带盖儿的东西全拿胶条粘上了。啊、为什么藏家珍惜？其实大家刚才看见藏家搬上来的时候挺随意的，说明什么？家里还有的是啊。另外提醒各位，看一锤定音，想梦想盛世。本栏目奖品是由银器专家梦想盛世特别提供，值多少钱呢？来，我们听一下四号的看法，值多少钱？感觉因为他们是两个嘛，一个至少在15万，那两个就是30万。30万。七号高参，温明坤先生，这个罐子呢，做工来说，还有它这个花色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一般。所以说呢，我给这两个罐子一共2万块钱这个价格，一对就给2万是吧？对，两万块钱啊。这是一过日子人啊，过日子人啊。蒋小姐，多少钱？我想先问一下那个啊，不对，我都替你问完了，七号高参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哦，嗨，这，哎，七号，你有工作没有？嗨，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做销售的。你为什么要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我这是那个调查一下大众的这个消费心理嘛。蒋小姐通过现场的职业调查，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个？那你得出什么心得了呢？成倍吧，10万左右。那个张云海先生，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我现在就是画一点这个断臂的维拉斯，站着形正好就是歪的。所以我觉得他也一定没改。他最近没有工作。你也完成了对无业人员的这个调查啊。好，得了，越说越糊涂了。来，肖先生，迷惑一下他。我觉得这对坛子也完了，高不了。他说这是坛子。晕了。他说5万多，6万块钱。6万块钱啊。好，来，两位输入你们认为合适的报价，请来吧。你们为什么迟迟不按确定？你们等着我问吴大师呢。吴大师，多少钱？我觉得值个6万到8万吧。好，谢谢。反正你们按确定了啊，哎，我就会证明一下吴大师是不是每把都准。我们先来看一下萧庆给出的价格，请看，6万。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蒋军给的价格是，哇，12万5880啊，萧庆的价格跟吴大师几乎是一样的，而且您这把说到做到啊，说6万就给6万。好，我们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对这一对清代斗彩罐给出的市场估价是8万元，萧庆再加1分。我们要不要专门来一次掌声给吴大师呀？对，太了不起了！一定要啊！这样的一个价格有什么依据，杨老师？优尚彩呢，它有这个粉彩、珐琅彩、五彩和斗彩。其中啊，它最难做的是斗彩，一般啊，这只有官窑里边才这么做。你像凡是这样的东西呢，价格都比别的单纯的粉彩什么价格要高。这一对呢，不是官窑，应当是民窑，是民窑是仿这个官窑的，所以它这价值呢就比一般的这个民窑的那个价格要高。如果要是普通的民窑，你要这么一堆罐儿吧，也就是1-2万块钱，真就2万多块钱。这要普通的啊，普通的，但是它这因为是斗彩，而且做工呢非常精细，这个呢就是拍卖行估这价格非常准，好，就是说根据当前的市场行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成交价格。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好，现在场上的比分是3-1啊，现在萧庆领先。我们还有2组宝物，接下来是第3组，请看短片。
本件藏品，宝主认为是徐生翁亲笔所写的一件书法作品。徐生翁，浙江绍兴人，曾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他在诗书砚诸方面成绩卓然，本件作品字结体奇绝，别具情趣，处处渗透着坚实书法的功力，因此宝主认为极具收藏价值。本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郑师璇的人物绘画。郑师璇，广东人，他是民国时期名震上海的画家之一，曾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本件作品得明代晕染法之神髓，将西洋画的明暗法、透视法和传统工笔人物柔合为一，所作人物相貌古雅秀丽，仪态端庄，颇能传神。两位都曾担任过文史馆馆员的书法大家，到底哪一件是真的呢？来，两位上前观看，来，有请。第三组的两件宝物，一件号称郑师璇神仙图，画了一神仙啊；另一件号称是徐生翁书法。请各位高参写下关键词。这个各位高参，啊，我们看看九号又画了一幅画。九号画的是，画了一个罐子，旁边有个梨。先听听你的看法吧，刘鑫怎么看？我为什么画了这个静物呢？就是我当年学画画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近实远虚。你看他的山，近处的山画得很扎实，远处的山呢，云雾缭绕，包括水画得很虚。他完全的表达了西方那种绘画的那种技巧。所以我觉得他画得很好。你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这个是，是真的。跟我画的很像，啊，是这个意思，好吧？这个你知道郑师璇是谁吗？这个反正不知道。来，那个蒋军挑一位吧，挑谁？我选一号。我们看左边这个书法呀，叫灼灼的味道，这个一般的书法家都不认的，当今的书法家也不认，但是我恰恰认为这个啊是真的。嗨。为什么像这样的书法，一般人去临他干嘛呢？去模仿他也没必要啊。哦，这。即使刚才刘鑫说的右边这个画的又是什么近山远水、虚实，包括人物画的像神仙一样的看不见了，我还是认为左边的这个书法更清晰度、更可靠、更接地气，所以左边的书法为真迹无疑。我那字儿具体什么体的，当我还真不知道啊。然后写的这是七扭八歪的呀。横不平竖不直的，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小学生作品，就是小学生的水平啊，不像是真的。画呢？画挺好看，画人比较喜欢。画像什么年级的作品呢？这年级高了一点了啊，大概相当于这怎么着也得大学水平了。大学水平跟小学作品啊，好，高三就不用再问了，那就选吧，好吧？选吧。如果你们认为徐生翁书法。啊，就七扭八歪这个啊，是对的，选一。如果认为郑师璇画的这幅像我一样的神仙是对的，请选二。请，吴大师，这你敢猜吗？我猜猜。猜哪个？我觉得这个字就好像我们刻字刻起来拓出来似的，而且他是浙江人，我是浙江人，我错了也选他。好，谢谢你啊。是吧？这理由老乡嘛，老乡支持老乡，是吧？哎，好看一下这轮十位高参是不是五比五呢？请看，真是五比五啊！争议很大，争议很大。两位嘉宾会不会选成一样的呢？请看，蒋军认为字儿对，萧庆认为画儿。根据前面的经验，是吧？经吴大师这么一加持，这字儿应该是对的。还说是啊。海尔体书法为何专家赞不绝口？从落后到打平，最终大奖到底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金运昌先生宣布，这一轮两件宝物之中，描述正确的是。是
徐生翁书法。好，加一分，加一分，奖金加一分，加一分。对吴大师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虽然您每一次，您每一次的理由都是莫名其妙，但是答案都是对的。我们先来问一下金允昌先生，那幅画为什么不对？金先生请。这张画不应该叫神仙图，实际它叫应该叫高士图。他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里边那个一句，叫做“临清流而赋诗”。啊，就是一个高士，在清溪旁边拿着毛笔在想诗，画的怎么样呢？大体、大面来说有样，啊有样，但是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作者，你就会发现有问题。郑师玄先生是一位上海的老画家，啊这个人的功力应该不是一般的，而这张画的功力。却是一般的，这张画啊，线条怎么样啊？皴染怎么样啊？胎点点的好不好啊？这上边的这些这个柳条啊，是不是够力度啊？等等等等啊，都有问题，都有问题啊。所以呢，它应该是一张临本，艺术品市场上啊很常见，啊很常见。谢谢。谢谢，谢谢金先生。好了，接下来探讨一下这张具有一定小学作品书法的价值。张云海，你讲讲吧。一个这个书法来看的话，应该在，我个人认为在六万左右。六万左右。哦。对，六万。五号，你觉得呢？两万。小学作品两万。那怎么着也是真的呀，人家也当过馆长。就能值两万是吧？也能值两万块钱。嗯，哎，你各选一位吧。肖庆选谁？二号。好，二号，姓朵小姐。我觉得估价应该在七万的样子。好，蒋军选谁？我选八号。我看了一下这个，因为对徐生翁的确不太了解，然后看了一下这幅书法的大小，大概不到三平尺左右。嗯。然后如果按照咱们估一下，就是如果按照三万一平的话，我觉得应该在八到十万吧。请输入你们认为正确的价格，请。输完了吗？真的？确定了哈？确定。好，确定。他们真的都输进去了吗？没有，没有，没有这样的。OK， 嗯。吴大师，多少钱？直接说数字，不说别的。我估十二万到十五万。十二到十五，好，谢谢您。先来看肖庆先生这一轮的出价，他愿意给这样的一幅作品多少钱呢？五万五千元。蒋军的出价是十万元找一元啊。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三家专业机构对这样的一件徐生翁书法作品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八万元，这回更接近的是蒋军，恭喜你！八万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就是每平尺三万多元啊！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金老师？再一个，我们该怎么欣赏像徐先生这种被有人称为水平不高的字呢？刚才高参有一个评价，说得特别好，说这是小学生字，啊，当时的说法不是这样，叫孩儿体，啊，不是找一个孩儿去写孩儿体，是老头能写出孩儿体。这就有一个返璞归真的意思在里头，他不是不会写，他不是不会写，而是故意把那些审美、把那些规矩、把那些笔法都扔掉，返璞归真，啊，这就是欣赏这种书法的一个要诀，就是当时没有人认，啊，他是这样一种怪杰，啊，他是这样一种怪杰。那么我们现在看他的字呢？他是以从颜真卿入手，但是我们已经看不到颜真卿了，啊，
落脚在魏碑，魏碑的笔法还是很明确的，啊，魏碑的笔意还是很明确的，它是魏碑里边的那种所谓造像体，但是它又加上了很大的变化。他画画也是这样，他也喜欢画一些简笔花卉，啊，价格也非常贵，啊，价格也非常贵，啊，这个，8万块钱是北京拍卖行估的，啊，如果在，南方啊，浙江的，浙江的，恐怕不止这个数，啊，他已经入选中国20世纪20大书法家了，啊，啊，这个，所以呢，像这样存世量很少、面目很独特的书家作品，将来会很贵很贵。谢谢金老师，谢谢。在民国期间，有两个书坛艺人以其个性突出、超凡脱俗的书作被世人美其名曰“孩儿体”。那么，什么是孩儿体？它是一种模仿小孩写的书法吗？大凡被人称为孩儿体，少不了这三个字的特点：生、拙、帅。由熟而生，运巧于拙，率意而为，这正是书法的一种境界。孩儿体作为书法艺术里面的一个现象，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民国期间，不少大师认为碑学偏激的观念为书坛带来的不利影响，自觉地走向碑帖结合的道路上来。这个扬碑抑帖的时代所造成的结果是，深具空间感的篆隶魏楷书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孩儿体书法终于驾徐生翁、谢无量二位先生之手展现风姿，为中国书坛增添了一道旖旎风景。孩儿体书法不具有连绵起伏的气势，甚至贯通一气流美华丽的诗意，它让人领略的是它一笔一画的过程，一撇一捺的功力，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丰富意蕴，这正吻合了古人自然天趣论的哲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宠物，孩儿体书法以徐谢二先生为发端，虽然在当时书坛影响不大，属偏师独出，以一种淡漠化的真诚、隐忍的超脱心态，浅笔韵墨，本乎天地之心，极尽天趣。而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书法家成名之时，都已是花甲之年，也能写出这种志趣盎然的书法，也是当时书坛的一道风景。现在是3-3，真的没想到，最后两件宝物，请看短片。本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代紫檀笔筒，材料硕大，包浆沉郁醇厚，笔筒造型饱满，线条精准流畅，构思巧妙，刀法简洁，因此宝主认为价格应该在50000元以上。本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尊清代无量寿佛像。此尊佛像群伤质感较强，尤其在文褶的处理上，转折起伏流走自然，颇为洒脱生动，因此宝主认为其价值应该在120万元以上。两件都是清代藏品，那么哪件是真的呢？一件号称清代无量寿佛像，一件号称清代紫檀笔筒，请各位高三写关键词。10号写庄严，好，我们先听一下10号的吧，好吧。来，10号，你说的是法相庄严吗？对对对，我觉得这尊佛像啊，它应该是就是代表很长寿、很幸福，让我们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寓意。比较，我个人比较亲近佛教文化，所以就。根本就没看那个藏品，就觉得这个对了，就觉得他对，哦，对对对，好，谢谢，眼睛里只有他了，好啊，明显你隔壁这位他就一直在看这个藏品，是吧？是吧？都长出葱来了，你看看这鼻孔里，可以听听你不一样的见解，罗鑫，
首先呢，画这个笔筒什么意思呢？这个笔筒很实用。然后呢，我目测它至少能装100根毛笔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绝对是个实用器。所以我觉得那个笔筒嘛很真啊，木的材质也很好，药工呢也不错。所以呢，我觉得它是真的。九号，我刚才帮你看了一下，仔细看了一下那个笔筒，那个笔筒中间啊有这么大的一个凸起来的地方，特别像那个机器打磨的。啊，你说机器炫出来的是吧？没错。你说笔筒的底部，中间是鼓起来的，是吧？哦，你认为这个不对是吧？这个我觉得没什么不对啊，它更好拿呀。你想，中间鼓起来，比如说一边高的这种毛笔，插出来以后中间高，两边低，拿也好拿。我觉得它可能是这方面考虑，非常符合人机工程学。这个吧，我说一下我个人观点啊，我见过笔筒好像里边这块都鼓起来的。六号说一下你的观点，六号说太新。你说这笔筒、太轻，因为说太轻，因为说是紫檀的嘛。刚才那个宝祖上台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他看，我感觉他拿的轻飘飘的。如果我觉得这是紫檀的话，应该是挺重的。我觉得这个笔筒靠谱，然后我觉得这个佛像感觉有点跟泰国进口的一样。你是觉得他？对，面部肤色是吧？对，我还是倾向这个笔筒。好啊，倾向于笔筒啊。两位啊，说一下现在的想法，您现在认为哪个对？我认为笔筒对。您呢？我选佛像。佛像对啊。好，来，那选吧。如果认为无量寿佛像，清代无量寿佛像这个描述正确，选一；如果认为清代紫檀笔筒描述对，请选二。好，我们看一下十位高参的选择，请看。4-6，有6人选择笔筒，4位选择的是佛像。啊，4-6，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选择，请看。两位选择的都是无量寿佛像。接下来我宣布，经本栏目专家杨宝杰先生鉴定，这一组两件宝物之中描述正确的是。清代无量寿佛像，各加一分，4-4。今天的争夺还真的能到最后一道题，非常激烈。为什么它是对的？先不提，先谈谈这个笔筒假在哪里。杨先生，一般的笔筒材质要好的，像花花绿笔筒，它就表现材质。包括紫檀笔筒，一般很少雕成这样，雕的人物啊、山水呀、这雕的这个，一般都是竹子雕比较多，因为那材质不是特别好。材质好的，一般都是体现材质。第二呢，这个笔筒呢，老的笔筒、清代笔筒一般没有那么大个儿，这个儿太大了。再看这雕工呢，雕工看着挺热闹，那个上面人物那手啊，雕的跟那萝卜似的。都一点儿都不像那什么，一看就是雕机非常初级那种。你们都可能都没仔细看，刚才我仔细看了看，有那个一个局部，那是手的局部，那手就跟那一个大萝卜一样，雕得非常次，所以一看就是一个做工比较粗糙的一个工艺品啊。这个材质呢，应该是大叶檀，就是70年代，咱们这才开始使的，再早没有这种材质啊，所以它这一看就是新工艺品，新东西，新工艺品。好，谢谢杨老师啊，来吧。估个价吧，各选一位高参给你们出主意。肖先生先选，二号。记得之前介绍说120万，稍微打个折100万。就是那个宝主他认为120万，稍微打个折100万。你敢给佛像打折？给价格打折。今天晚上就给价格打折。我特别奇怪，您为什么老选他？你看他这都没什么谱了，这个。上次可靠谱，上次他说7万嘛。我没听，我听的是我最接近。上次说8万是吧？7-8万吧，7-8万。来，蒋军选谁？我选6号。6号。侯女士。20万吧。嗨，您这还价还的也太狠了吧？这个，得这个我们这宝主开价120万，两个高参把这100万拆了。两位，最后一轮出价，请。谁能获得这对精美的水草石屏风？就在最后这一轮的出价。确定。好，来，我们先来看
蒋军的答案。蒋军，这一轮愿意出的价格是156,666元。萧庆先生最后一轮给的出价是599,999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三家专业机构对这样的一件清代无量寿佛像给出的市场估价是85万元。萧庆加一分，恭喜萧庆。好嘞。85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估价依据？杨老师，是这样啊，因为现在市场上对这个鎏金铜佛，就是金铜造像呢，都比较追捧。追捧几个原因呢？有是，第一是就是说有的是宫廷造的，比如说是要带着大明宣德款的那个比较少，宫廷造的；还有呢，名人制造的，比如说就是说，各个地区以前是追求的是宫廷，就是故宫那些，现在都已经找不着那个带款的东西了。现在又是克什米尔的造像，大家伙儿追捧。这个造像呢是，应该是就是蒙古风格的，就是藏传的蒙古造像风格。这个主要一点呢是原封原底，咱们这儿的流行这佛呀，一般都是没有封藏的。这个呢原封原底，证明在就是在庙里一直供着。它值钱就值在这儿。这个是一点啊，还有一个它这个藏传就这个等于蒙古造的风格，这也是比较独特。一个就跟书画似的，一个时期一个时期或者一个门类一个门类追捧，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就也有分的啊，所以这个给的是这种价格。好，谢谢，谢谢杨老师。在收藏界格外受青睐的要数早期佛像和明代宫廷造像了。早期汉传佛像精品许多已经流失海外，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行情，而仍在国内的早期汉传佛像是不能交易的。那么为什么佛造像会这么受追捧呢？佛教造像的流行和在欧美的普及分不开，这固然有着西方人自己的文化危机和浪漫想象作为背景，他们不仅从佛教义理上研究，更善于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佛像的图式、工艺等艺术价值。除众多的拍卖成交以外，英美为主的私人交易也异常活跃。亚洲经济崛起后，这股热潮自欧美又扩展回流到东南亚、韩国及台湾、香港等地区，反而引导了国人的研究与收藏兴趣。而这其中，明清两代的宫廷佛像堪称中国佛教金铜造像史上的巅峰，是国内外共同聚焦的热点，其精品的价格连番飙升。这时期佛像的风格不仅融合了汉藏艺术的精华，还凝结了众多尼泊尔匠师的智慧。研究造像有助于研究古代历史、雕塑艺术、审美情趣等等。每尊佛像无论方寸与等身，无论是哪个区域或唐宋元明历代的造像，如果细细观赏，美感便浮上心头。这也是佛造像受藏家追捧的主要原因。谢谢各位，今天所有的宝物展示完毕，我们现场5-4啊，这个5-4叫险胜。好，这个我们先来发奖啊，这个十位高参里边有哪几位是答对今天所有题目的呢？张云海笑了，估计有你。啊，没有吗？最后一个，你也有答错的呀？看看有谁答对了所有的题目，来，请看。哦，没有，全军覆没啊！全军覆没。今天这题目太难了，确实太难了啊。那么接下来，我宣布本场易学定音的获胜者是萧庆先生，请上台领奖。好，我们请吴立华大师亲自颁奖。这一对水草石屏风，摆在案头之上。赏心悦目，颇有情趣啊！下回再来。我们也期待这个两位以后啊合作演一部戏，我们看一下。你肯定演反派了，我们很高兴啊！就这么定了。我今年的开年大戏《于成龙》，我演的是正派六娘。啊，这我们就当没看见啊！好啊，好好好，中国的传统文化，
好，谢谢，谢谢吴大师，恭喜修先生，谢谢您啊。这个我们要再次感谢今天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三位老师辛苦了，谢谢，谢谢，感谢十位高参，你们什么奖品都没得，给我们省下了，谢谢，谢谢啊，谢谢各位的收看，这里是一锤定音，我是陆毅，下次见。